哎，女孩们，老师，老师，李老师，你们想不想一起变漂亮？让我们一起变漂亮的秘密武器就是它。哦，林老师，你是不是上次看到苹果有在用，所以自己也去买了一台啊？那天啊，我看你跟学生在讨论，我想说你应该是蛮喜欢的，我就特别去买了这个送给你，当做我们重新认识的这个礼物。其实这一台也是别人送我的。哦，很可以哟。仔细想想，我贤明真的对我很好哎，我是不是不要再对他生气了？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吧。对的，一定要记得搭配净肤露一起使用哦。其实我们也买了。哇，好哦，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先拿出手机，然后打开 App， 这样子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它可以一边监测我们的力道，然后又可以侦测我们的肤质状况。哎，你们都打开了吗？好，那你们先自定名字吧。之前你们都笑我，取的这个名字是“成为你的苹果肌”，现在换你们取了。你们要取什么？铁定是跟刘天赋有关，对吧？我现在才不想理他嘞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努力用功考大学。好。那考生最重要的就是运气，你要容光焕发，好运才会跟着来。所以我建议你取开运模式。哦，就取这个。那我也要跟米宝一样，后面再加一个好运快点来。好，帮你用。好。嘿，主持人，可以了吗？好，那取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开始洗脸咯。好。在那边。下去咯。好啦，现在脸都洗干净了，我们要进到最后一个步骤了，拿出手机来自拍吧。自拍？可是老师，我们现在要素颜哎。每天洗完脸，我们都要拍照记录一下，它里面有一个模式，可以帮我们追踪我们的皮肤状况，而且是自己看，不是给别人看。还是你怕你的家宝贝看了会吓跑？哪有啊，我的家宝猪猪比比，不管我怎样都爱我。哎呦，好的，我们的毛孔彻底洗干净之后呢，皮肤就会变得咕溜咕溜的，这样子整个人气质就会加好多分，未来你们在成绩或是爱情上都可以好运满满哦。赶快，我们看一下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必胜高三生。